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戴咪洛瓦托，图鞋子 YouTube 演出影集加油，桑尼电影摇滚夏令营等迪士尼频道作品，唱红《冰雪奇缘》主题曲 Let It Go 的女星戴咪洛瓦托 Demi Lovato 18日于个人 YouTube 频道公开纪录片 Demi Lovato Dancing with the Devil， 影片中当中曝光了她住院时的画面以及脑部扫描结果的片子。她说道，我曾经三度中风，心脏病发作，我的医生说我的生命只剩5到10分钟。戴咪洛瓦托曾因吸毒过量昏迷送医急救，虽然被救回，他也坦诚健康受到长久影响，脑部损伤，视力也变差，他也因此时刻警惕着自己，经历成名压力、吸毒过量等。他表示，如今自己已重生，我重回我最热爱的音乐事业，而且我不要再活在别人的评论下。而他去年与美剧《穹顶之下》男星麦斯·艾瑞奇 Max Eric 订婚，片中他也开心晒出订婚戒。戴咪洛瓦托纪录片曝光自己住院画面，图鞋子 YouTube 戴咪洛瓦托坦诚脑部受损，图鞋子 YouTube 戴咪洛瓦托已订婚，图鞋子 YouTube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